如果工厂的生产线能够打造成像画廊一样工作起来，是不是很有气氛呢？高雄有一家主打台湾在地水果制成的有机酵素公司，就将生产线规划布置成艺廊，让员工就像是在艺术馆里面工作。一幅一幅现代抽象画沿着墙壁排排挂，在灯光的烘托下，充满浓浓的艺术氛围。别误会，这里不是画廊，而是一家生技公司的工厂区。虽然是附加有装饰功能，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。一般制造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非常吵杂，非常有那种压力感了哈。那我们希望说用一个比较有文化创意的底蕴的方式，来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制造业，跟人容易亲近啊，就不会给人家有一种距离感了。巧妙的是，生产线的隔壁就是挂着画的艺廊，员工正熟练着包装的产品。一批批酵素是由柠檬提炼，经过不断改良，赢得50项专利。他更大的愿望是带动台湾蔬果农产品全面有机化，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我们当做农业这一块从第一个从柠檬开始切入了哈，觉得我们台湾的精致农业做得非常成功。那我们用这样的有机的物质来做加值化的高值化的农业产品，另外就是说它可以我们让它做到所谓的完全无糖发酵，加了益生菌之后，让它产出更好的对人健康有帮助的产品。从一颗小小柠檬用心做起，拓展到一个产业链，这些台湾水果制作的酵素，期待和果农们迎向健康未来的美梦可以成真。记者金宪忠，高雄报道。